用了发膜还要不要用护发素，这个也是最近经常有人在后台私信问强哥的问题啊。这个也不怪大家，因为现在很多品牌商他都在这么宣导啊，把产品分得特别细啊，你要用洗发水啊，再用护发素啊，再用发膜，再用什么护发乳液啊，再用护发精油等等。那今天呢，我就以两组产品为例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问题。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啊，用了发膜绝对没有必要再用护发素，但是你用了护发素它不一定能够取代发膜。那我们先来看这套产品，也是资生堂大名鼎鼎顶的大名鼎鼎的菲诺啊。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发膜的主成分，山梨醇聚二甲聚硅氧烷啊，异戊二醇山芋基三甲氯化铵。而它这个同款护发素呢，是异戊二醇啊聚二甲聚硅氧烷山梨醇山芋基三甲氯化铵啊，明白吧？就是把这个成分咔咔咔倒一下顺序啊。所以呢，其实它发膜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浓稠版的这个护发素，它主成分是差不多的，就是相互之间的这个成分跟成分之间的比例啊做了一些调整。所以你都能够理解吧，你如果用了这个再用这个其实没有大大必要。护发素虽然稀一点，你在头发上多留的时间长一点，其实效果一样，你用这个同时前面还去用这个就更没有必要了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欧莱雅这个水玻尿酸这个系列，它这个就不太一样。它护发素呢跟发膜简单的理解，它是把发膜里面的一部分成分拎出来啊，放进来再稍加改变啊，做成这款护发素。但是呢，拎出来的成分中呢很重要，比如说硅油并没有拎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无硅的。所以用这个洗完不用这个的话，你会感觉头发的柔顺度还上不来，但是你只要用了这个柔顺度马上就上去了。而且呢我刚才讲了这个成分基本在这个里面都有，那你说我用了这个玩意儿以后还有什么必要在前面再多用一次这个护发素？所以想要头发柔顺感弱一点呢，你就用护发素啊；想要柔顺感猛一点强一点，你就用发膜，或者有时候用这个有时候用这个。最没有必要的方式就是护发素发膜放在一起用。大家知道这个护发产品里面很多成分啊，用水也都是很难冲洗掉的啊。你天长地久大量的在发丝上去堆积这些成分，对头发也是不好的，况且还费钱，对不对啊？今天内容就到这里啊，想关注更多的洗护发知识关注洗头研究所。今天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给强哥来个点赞转发。